咱们言归正传，麒麟铁，该说的我都说了，麒麟铁真的在钱玉坤手里吗？信不信？庭上特下，有人劫狱，不过已经被皇军击退了。 你这就是卖国贼汉奸的下场，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乔继善，你别高兴得太早，皇军迟早会弄明白的。哎，你不得好死，你知道吗？只有汉奸才不得好死，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好啊，我不得好死，我死了之后我变成鬼，我放不过你。你变成鬼再说吧。好，你等着，你等着。班长，我来为你们主持公道。 看谁在撒谎！太君，他在撒谎啊！太君，你应该的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对我，啊？是因为我杀了他父亲，所以他陷害我，说麒麟铁在我手里。哎，千羽坤，他都没问你麒麟铁的事儿，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叫做贼心虚。嗯，我看你是心里有鬼。 太君，我为什么敢这么肯定地说，您想一想，除了麒麟天，他还能拿什么办法来陷害我？钱玉坤，你劫持了小海棠，你别忘了。不可能吧，太君，我对您忠心耿耿，我怎么会劫持小海棠呢？我冤枉啊！景上大雄，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我用张小慧换了小海棠。 钱玉坤呢？他劫持了小海棠之后，他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可是他不敢杀他。你想啊，如果是我，我一定会杀了小海棠灭口，可是他不敢，是不是？你放屁！我为什么要杀？我跟他无冤无仇啊，这都是你编出来的瞎话，太君，你不能相信他。我只知道，我用麒麟铁跟你换了张小慧的命。 你拿到了麒麟铁，你想把宝藏据为己有，然后呢？你想借小鬼子的刀借刀杀人，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八路夜袭了县城，我们跑出来了。钱玉坤，你可真够毒的！哎呦，太君呐，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么能编瞎话的。哎，我如果有那么高的计谋。 你怎么能够全盘之想呢？分明就是编！太君，这样的鬼话，您可千万不能相信。他这是骗鬼呢！景上大雄，景上大雄，他骂你呢！他说你是鬼，你住口！太君，你别听他的，他这就是编瞎话。他都编惯了。您想一想，他说的哪句话是真的？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他这是挑拨离间，他一直在编。这么复杂离奇的故事，能编得出来吗？只要稍微有脑子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事实。你瞧，你山有什么事实？
你全是假的。要说你有真本事，那就是真能编瞎话。太君，我请您明鉴呐。你住嘴！太君，我冤枉啊。乔嫂，麒麟铁真的在钱玉坤手上吗？拿什么证明？钱玉坤要是真有麒麟铁的话，他能揣兜里满世界乱跑吗？肯定是在他们家里藏着的。你放屁！太君，太君，开路！太君，我冤枉！太君，我冤枉啊！太君，太君，我冤枉！乔继山，你等着，我饶不了你！你来呀！你来呀！你那天我掐死你！乔，太君，太君。我跟你说，钱玉坤，你省省劲儿，省省劲儿啊！我告诉你啊，我提醒你一下，你回头啊，还得过堂呢，还有辣椒水、老虎凳等着你呢啊！省省劲儿吧，太君，太君呐，太，我晕！什么枪法呀？这么大个身子就打着个屁股？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屁股太大了。说什么呢？你哪头的？这万一打这那就没命了。去！你们俩干什么去了？没干什么，这屋子太小，待的闷得慌，出去溜达一圈。走！给我站住！我们也很着急，并且同时在制定可行的计划。别忘了你们之前的教训。不要擅自行动。女人能出什么好主意？哎，你说谁呢？我又没说你。这有妖猴子的事。太君，太君，哎，他，小姬臣，没有麒麟铁。太君。这回你明白了吗？我就是冤枉的。你现在把我放出去，我撬开乔继山的嘴，我替你拿到麒麟铁。京城大雄，我发现你脑子真的不好使。你想想看啊，麒麟铁这么重要的东西，他钱玉坤一定会藏在一个非常秘密、非常秘密的地方。我告诉你啊，他这人怕死，你只要一动刑，他什么都肯说。太君。你不能听他的，我对太君是忠心耿耿，我对您从来没有什么隐瞒的。你们两个一定有一个在撒谎，看来我不动心，你们是不会说实话的。太君，我冤枉了，我太冤枉了，太君，我真的冤枉啊。你好好想想，我对您是什么样的人？秦坤，快说吧，快招吧，要不然咱俩得一块儿受活罪。太君，你别听他的，他这就是临死想抓个垫背的。你好好琢磨琢磨，我对太君忠心耿耿，天地可见呐，太君。乔继山，再拿不出证据，我就把钱玉坤放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他贪财他不肯说，可是他身边的人都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说的是呢。来人，把小六子带来。哎哎，太君。你不能听他的，他是在我们之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他不光害我，他还害有别人呢。太君，带走。
招，破全招。我现在就带您去拿麒麟铁。哟西，你确定这个暗道可以通向城外？我们一生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连年战乱，很多有钱人盖房子，他都建了地下室，挖通道准备逃跑。这个通道不会被日本人发现吧？通道里面有机关，跟普通的墙没什么两样，小日本根本看不出来。这通道是通向哪儿的？通往城外的护城河。好极了，这样，你看你能不能把我们带过去啊？这就是麒麟铁，为什么只有半掌？太君，这根本就不是麒麟铁。太君，我冤枉，我冤枉啊！太君，当家的。我对不住你，我也是被逼无奈啊。六子，小六子，你这是想害死我呀？你就是把我害死了，你也活不了。你记住二叔跟你说的话，千万别胡说八道，那是要掉脑袋的。住嘴！麒麟铁为什么只有半掌？那半掌在哪儿？我不知道。你得实话实说。王军大大的有胆呀。那个。我只看见过钱团长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至于怎么来的，那半张在哪儿，我是真不知道啊。六子，陈玉坤，赶紧把剩下的半张麒麟铁交出来，兴许还能活命，听见没？你放屁！你等着乔继山，等我钱玉坤出去，我要找你算账，我跟你没完。太君，别看了，这就是一张破纸，它根本就不是麒麟铁，不是。我冤枉太君，我冤枉。你说什么？这是假的吗？假，当然是假。请上阁下，樱木将军有请。把他们俩分别关押。哎，太君，太君，我冤枉，我冤枉。天皇陛下已经多次来电，催问西陵的进展情况。景上君。我们必须马上拿到麒麟铁。将军，已经得到了半张麒麟铁，只是不知道真伪。我看一下。
萧桑，那张麒麟帖做工非常精细，可惜是假的。还有井上大雄，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麒麟帖我交给钱玉坤了。乔景山，你只要交出麒麟，我可以帮你报杀父之仇。笑话，老子堂堂一个中国人让小鬼子报杀父之仇，我要是能活着出去，不得让人笑死。你们有一句古语叫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自古就传到了日本，你能会几句中国的俚语，说明你自小还念过几天书。可是你心里要清楚，自打小鬼子侵略中国，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才是中国四万万同胞最大的仇恨。你可以杀了我，但是会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站起来向你讨还血债。今天我要给你提个醒儿，区区日本嘛，弹丸之地，能够生下多少仇恨，能够偿还多少血债，给自己留条后路吧。马上，还有，来人，上刑具。嗨。我谢了，我谢了，太绝了！我真的冤枉，我对你们忠心耿耿，天地可见。麒麟帖是怎么到你手里的？太绝，你是说那张破纸吗？啊！那还得从乔继山他爸爸乔忠义说起。他居然拿了一张假的麒麟帖来骗我，我一怒之下，我把他撕成两半，我要与他割袍断义，画地绝情。既然知道是假的，你为什么还留着？我为了时刻提醒我自己，千万不能交友不慎，像乔继山、乔忠义这样的人不能交。太君，你不会也让我失望吧？念在你对皇军的忠诚，我暂且相信你的话。一定，你去好好养伤吧。你不要太着急啊，我们大家都在想办法呢，啊？还能想出什么办法呢？不早也被毒死了，找也找不着。哎，那张好慧他也不靠谱啊，想的这办法。哎，富贵哥，你看你是我们突击队最有学问的吧？你还留过洋，你肯定能想出办法的哈。
办法是肯定有的，可是我们的装备太落后呀。假使现在有一辆坦克给我的话，哎呀，你就说那不靠谱的，他就不现实。我跟你说，罗富贵啊，你今天你要想不出办法，我以后一句话也不跟你说。哎，别，我也很着急啊，我也在想办法，可是我想的那些办法，它行不通啊。你别顺着茬儿想啊，你想想那些像我金山哥想那些办法，什么黄土啊、冒充炸弹、假秦岭铁换赵小慧，这都歪点子。你想想这种办法。哎，你刚才讲假秦岭铁换张小慧，这个办法够鬼子。其实我们也可以想一个假货换真人的方法，是不是？啊？哎呀！啊，对呀，我怎么没想出来呀？这假秦岭铁能换出张小慧，他就能换出我纪山哥。哎呀，不行！哎呀，又怎么了？这个日本人，他没有那么笨的。骗他一次可以，两次、三次他还上当的话，那真成猪头了。不对，上次咱们骗的是钱玉坤，这回是日本人，两回事儿。日本人没有那么笨的，他们还有一个专家呢，叫什么藤野史啊。你们读书人就是这样，前怕老虎，后怕狼的。我去找王大明呗。你让我再想想好不好？哎呀，那你快想，再不想就来不及了。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办了，他就有机会成；你要不办，他就不可能行。一懵啊你！错，赌。好，那我就问你赌一次。不过，这张图得我来画，我还记得真飞木的样子。等我图画好了，再交给王大明白做旧。我就知道你是好样。我这可是完全为了你，为了老大。我策划说再见的，你先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别呀，这事儿他一定成，你得尽全力，他必须得成。二叔，我错了。对不起您。行了，你现在来劲儿了，你早干什么去了啊？哎呀，气死我了！你小子还算聪明，没全都秃噜出来，要不然，咱爷俩这时候都身首异处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还想他妈以后是不是？你气死我呀你啊！二叔，咱下一步您说什么我都听。下一步我要养伤。下一步啊，对，养伤。气死我了！二叔，扶我一下。哎。烫，慢点！你要烫死我呀你！哎呦！凉了！我这就去啊！甭看了。别说小日本，就算玩古董的那行，他也看不出破绽来。哎，这张小慧咋没来啊？你傻呀你？他知道了能同意我们去吗？富贵哥，剩下的都靠你了。娘娘，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想一个另外的方法。哎呀，你贪生怕死吧你！来来，要不然我来想吧。去，你说什么字？啊？你会东洋话呀？你知道把这个麒麟铁交到谁身上？做。
那你去不去啊？去。你好狠呐！利用我去引诱藤毅，彼此彼此。大力，伤的怎么样？皮糙肉厚，没事儿。真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行，那我们现在研究一下地道的事儿啊。还惦记那事儿呢？省省吧，不出三天，我纪山哥就回来了。什么意思啊？我们又做了假吉林铁，灰灰哥去换人了。谁让你这么做的？那你想不出办法，还不许别人救我纪山哥呀？你是不是疯了？你，日本人一旦发现这个吉林铁是假的，他们一定会杀了纪山的。对对啊，坏了！我就说吧，鬼子有那么笨吗？这个早就看出来是假的了。而且日本人一旦发现是假的，现在罗富贵都有危险了。小孩子，我们都把枪放下。今天我来找你，是为了谈一笔生意。谈什么生意？拿麒麟铁换乔吉山。富贵少爷，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乔继山被抓之前，把麒麟铁给了我，放了乔继山，我给你麒麟铁。麒麟铁在你那儿？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吃相不一样啊。既然麒麟铁已经拿到手，那乔继山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放了他吧。这个是真的？当然。看起来倒像一个老物件。既然你这么肯定，那你也没有什么用。难道这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让我爱上一个敌人？把枪放下，外面是我们的人，小心误杀了你。
有时候我想，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该有多好！我喜欢你的人，喜欢你的戏，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怎么想我，可是我每天只要看到你的人，能听到你演戏，我就心满意足了。哪怕是活在这个乱世。 我也很满足，海涛，你还记得有一次，我深更半夜的爬到你的阳台上去见你，我冒着杀头的危险，就是为了想见你一面，因为见到你一面，我这个心里就能暖三天，这就是。 可惜，你用错了情。不对，是你站错了队。当我知道你是日本间谍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么恨，我恨不得马上杀了你，而且我有机会杀了你。可是我没有，我下不去这个手。 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是这场战争毁了你，是这场战争让你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日本间谍。可那不是你。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你原本应该是一个。 无忧无虑的少女，你喜欢唱戏，而且你唱得很好，你应该在舞台上散发着你的魅力，让那么多的人去仰慕你，去喜欢你，那才是你啊。可是现在的你呢？你戴着面具在生活，那不是真实的你。你开心吗？你快乐吗？ 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把你弄成这个样子。可是，你要知道，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我们总有一天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到那个时候，你是想要接受审判，还是要享受生活？啊？ 麒麟铁换巧金山，我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但是我希望你做出的是正确的选择，一定是假的。 他们用这种假麒麟贴蒙骗皇军，说明八路迫切的需要营救乔继山。罗富贵呢？走了。走了？为什么把他放了？阁下，不是我放了他们，是他们来了几个人，放了我。皇军是怎么教训你的？任何知道你身份的人，都必须得死。 你不要忘了，你的性命是皇军给的。下次再见到罗浮，格杀勿论。嗨，这些人用这种把戏换乔岐山，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讲义气。不错，他们讲义气。但是作为军人来说， 这不是优点，而是弱点。乔继山也讲义气，如果不是这样，罗富贵根本就不可能为他们卖命。这也是乔继山的弱点。这些人除了讲义气，你还发现了什么？我发现，营救乔继山的是小谷部队，而这小谷部队
目前缺乏头脑人物，他们行事草率简单，只知道努力去营救乔继山，可根本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足够的力量。你分析得不错，我要利用这些人的弱点，把他们一网打尽，迫使乔继山就范。我不太明白。这些人想必是乔继山最亲近的人，抓住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做筹码，迫使乔继山乖乖的就范。这张假麒麟贴来的正是时候，我要给这帮愚蠢的家伙布置一个陷阱。兹决定明日午伏，对乔匪自行枪决。枪决？那赶紧想想办法呀！要是你跟罗富贵送假麒麟贴，鬼子会这么快枪毙季山哥吗？就知道埋怨！闭嘴！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明天就是指望了。季山哥，是我害了你。行了，别哭了。明儿一早，市一班的给我接巴掌去，啥也给我把沙掌拽一个。我跟你去。我是爷们儿。明子不可为而为子，这就是气概。我也爷们。小袁，你怎么着？去不去？你们要干什么我都知道，可是我这个指导员在你们心目当中的位置我也知道。这张告示出的是什么你们是知道，可是你们知道敌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吗？他们的意图，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都知道吗？不知道就敢去劫法场，不知道就敢听信敌人的话。你都知道了？对啊，你知道你就说嘛，也让我们这几个笨蛋开一下。你才笨蛋呢，说谁笨蛋呢？你们一个个都给我端正态度了，都给我坐下。我这样的领导，我也不需要你们这样对待领导态度的战士。我们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待了多少天啊？我们不了解日本人，可是日本人每天都在了解我们，在分析我们。他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告示？就是因为他们发现麒麟铁是假的，做出的反应和行动。同时，他们借着这件事情发现了我们两个问题：第一，解救乔继山心愿的迫切；第二，行为幼稚。我们现在已经陷入了窘境。正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我们这一系列的弱点，所以出的这份告示，引诱我们去上钩。有道理。那敌人也太聪明了吧，啥都能看见了。这个就叫敌情分析。指导员分析的非常有道理，非常客观，我很佩服。那如果这告示上要是真的呢？没有如果。日本人只要没有拿到真的麒麟铁之前，乔继山都是安全的。那你说的意思就是我们装作没看见呀？不是装作没看见，但是我们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我们现在的兵力相差的这么悬殊，这一次行动我们必须要一击成功，不能有任何的失误，所以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做好了十足的准备，耐心的等候。就像你们刚刚这种急躁的态度，只能破坏所有的行动。还有，以后谁再破坏纪律的话，就一律开除。有意见的举手。我。轻轻的风，蓝蓝的天，太阳藏在云里面，红红的花儿开得额眼，谁人把它赠红颜？忧伤的心，哭红的眼，人生离别总Yeah.